跟柯文哲要喊话了哈，选举只剩下不到48小时吧，这边哈，我觉得柯文哲应该明确的表态，我要求柯文哲明确表态，选举过后，民众党绝对不会跟民进党组成联合内阁、联合政府，而且民众党也绝对不会跟民进党一起商量共推立法院的院长、副院长。柯文哲能不能郑重的在选举之前做公开的宣誓？还是要偷偷摸摸、躲躲闪闪不表态？哦，必须要把这个态度讲清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